哦，这家回回屋哟。大哥。大哥小县城呢、啊、小县城的那个小县城的那个镇啊，50000人口的镇，晚上都是没路走，现在看一下怎么没路走。热闹非凡，这个年初四都出去了，那么早。邮政银行、农村信用社，下面还有个农业银行，屌的不得了。一个镇就这么多人了，你看一下。不得了啊，这广西。广西农村应该是整个地球上最热闹的村了。从这边吃粉，地方穿过去。灯泡，广西的旺了，旺子的。旺嘛，对吧？是你那前面的热闹了，前面菜市场了，人挤人了。还是卖气球。菜市场是最热闹的地方。少这么大奶子，
嘟嘟小小奶子，嗯，大奶嘟嘟小奶子。你要买？我这个。前面就是农业银行了，水果看，水果啊，香料啊，水果香料。农业银行看到没有？农业银行看到没有？农业银行，便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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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百有两双。哎，阿哥，阿哥，你几多成扎？阿哥系咧三万五毛。三万五嘅？少得五毛，少得三。攞攞五扎。五扎，睇扎四扎啦。睇睇睇睇，有几多成嘛？过咗五毛咧，过咗三毛咧，稳重咯。五毛嘅，五毛嘅两扎，两扎下工嘅啊？啊，两扎下工睇扎就啲啊，一两扎收啊。拿五毛睇扎嘅咧？拿五毛睇扎嘅。五扎睇扎系啊。我拿九扎一千人呢。我教养两个小孩子